来，那个老人家示范一件事情啊，老人家示范一件，就是说这东西的话，你放正中间其实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一个很简单的做法，安全情况之下，来，林老大你看，安全情况之下垫高，安全情况垫高，然后呢这边上来，这样就看得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归零，好，搞定，好，这些都是小技巧的。好，然后这边 OK 就慢慢控制它到，不要用挖的，因为挖可能把它挖破，对。OK。好，我来拿好了，我小心把它拿起来，把干燥剂拿起来。OK， 好，就